清明节是众人扫墓祭祖的大日子，也是怀念先祖的方式。家族成员齐聚一堂，到先人的墓地或塔位祭拜，难免会造成墓区车潮大。为了便利民众扫墓，台北市交通局在周边加强交通疏导管制。那我们今年这个扫墓区周边的交通管制，它主要是几个大的部分了，就是富德公墓，然后这个南港的君荣公墓，还有阳明山公墓的部分。那这几个管制点的部分呢，主要都是只供这个公车、富康巴士还有执行公务的车辆通行。那这个我们管制的日期哦，大概总共有8天哦，那就是这几周的这个假日了，这个18、19，然后26，然后4月1号到5号。那因为那个25号是这个弹性上班哦，所以那一天是没有管制的。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是从5点半到这个早上5点半到下午的5点。那不过南港军人公墓的部分，它的管制时间是略有不同，它是从早上8点到这个下午的5点。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管制图的部分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哦。在这个负责公墓的部分哦，它的管制点的部分大概有 A、B、C 哦，那 D、E、F、G， 然后那个南港军人公墓的部分是 I 跟 H。那这个部分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有这个详细的一个列表。那另外在这几个点的部分哦，我们做了交通管制之外，我们会有这个就是扫墓公车。那扫墓公车待会公司会跟各位介绍。那同时我们这附近也有这个很多的公车可以抵达这个扫墓区的现场。那 A 到 I 的部分哦，大概它区分成两类。第一类的部分是这个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墓区周边的那个道路它比较狭窄。那如果说这个汽机车上去的时候，它会没办法会车，没办法通行。好，所以这个我们历年来都有做这个交通管制哦。那 A 点的部分是在这个信义区的这个崇德到富阳街口部分。那这个 B 点的部分是崇德到崇德146巷，那 C 点的部分是这个研究路四段跟木栅路四段159巷的这个一个三叉路口，那 D 点的部分是这个西韩市的前的三叉路口，那下面这边都有照片，那 E 点的部分是这个木栅路的5段18号，那第二种这个交通管制的点位的部分，它是只有禁止汽车通行哦，那依照它的路幅的部分，机车我们还是可以开放它上去的。那它这个部分总共有4个管制点，好，那分别是这个 F 的部分 ，F 跟 G 的部分是针对富德公墓的，它是在木栅路5段的西侧，在万福桥的这个公车站站牌前面，哦，那也就是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F 的地方。然后在 G 的部分是木栅路5段43巷跟木栅路5段的巷口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那在 H 跟 I 的部分是针对这个南港军人公墓的部分。南港军人公墓部分有2个点，一个是这个研究院路4段跟研究院路3段的这个交叉路口，那另外是这个中华科技大学的前面。下一页。啊，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墓区的管制是在阳明山的部分，那阳明山第一公墓灵骨楼的部分哦。那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是在这个行义泉源这个地方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还是有这个扫墓的公车可以做服务哦。那它可以从管制点的部分站到这个灵骨楼部分，那它从捷运石牌站的部分也可以直接搭这个联营公车来上来到我们这个管制点部分，再转搭这个扫墓公车。哦，那管制点部分刚才有提到，这个部分是这个所有车辆禁止进入，那公车、机车跟这个持有通行证者除外。下一页。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敦叙工商前面的这个行义泉源路口部分是一个管制点。另外，公运处也在3月18、19号及4月1号到5号共8天的时间，提供5线免费扫墓公车服务。那我们配合在假日的一个区段，有去开免费的一个扫墓公车。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行之有年，那基本上是有5线，那分别是木栅线、南港线、崇德线跟军人公墓线及阳明山线的一个部分，那会服务到富德公墓、南港军人公墓跟阳明山第一公墓这三大墓区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整个行驶的一个路线跟班次的一个部分。那木栅线的部分的话，是在捷运东园站回到富德灵骨楼。那南港线的部分的话，会是从军人公墓，那就接近中华科技大学的部分，回到富德灵骨楼。那崇德线的部分可以从捷运灵光站，那军人公墓线就从南港军人公墓到中灵堂的部分，那阳明山线的话就会从敦叙工商会到阳明山的灵骨塔，
那基本上营运时间就是配合交通管制的时间。那除了军人公路线是从8点开始，那其他的路线的话，基本上从5点半就开始做一个营运的一个服务。那收班的部分的话，就是晚上5点的部分，这边也是要提醒民众来注意整个末班车的一个时间，然后能够顺利的搭车返家。那整个尖梨峰班距的一个部分，那除了军人公路线是20到30分钟一班，那其他各线的部分原则上是3到10分钟一班。那如果说候车民众比较多，那个已经车上乘客都已经载满了，原则上公车业者就会把公车就会发车了。那执行这几年来基本上都是疏运都非常的正常。那刚刚讲的是假日的免费的一个扫墓公车的一个服务，那民众也会有一般平日的一个扫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这边有从3月20号到3月31号有11天的平日，那我们有辟时一段票需要收一段票费用的一个112路的一个扫墓公车，那基本上是从捷运动物园站到富德林谷楼，那也可以到富德宫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部分，那每天是有8车次来提供服务，可以在捷运动物园站2号出口来做搭乘。那扫墓公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为民服务的一部分，那基本上我们都有配时小富康巴士在5个各路线的一个部分，每日大概有13辆来提供一个小富康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服务。那至于在公车的车型的部分，除了崇德线的部分，因为是道路比较狭窄，那其他的像是南港、木栅跟那个阳明山线的一个部分，我们全部都会配置地力板公车来提供无障碍的一个服务。因为像照片所上面所看到的，业者会搭设拖车棚，那避免天雨的时候，可能民众会有到被雨淋到的一个状况。那业者也会派驻相关的一个导引人员，会去做一个引导乘车秩序的一个部分。那在近年的部分的话，因为疫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其实导引人员也会协助做一个手部的一个清洁消毒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另外的部分的话，整个扫墓公车还有提供扫墓工具的一个借用，那另外还有提供爱心伞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服务，也包含相关的寄放物品。如果民众有不小心有擦伤、挫伤，那现场的一个服务人员还可以协助做初步的一个涂抹药品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依照历年民众扫墓期间需求，连续假日人潮将是最高峰。交通局呼吁民众避开尖峰时间，利用大众运输系统转乘，避免开车前往。平日也有加开一条路线公车，让民众搭乘使用。记者温俊台北报道。